到被乌龟咬是什么意思？一般情况下，梦到乌龟预示着你的生活会很幸福，是很好的预兆。打算出门的人梦到被乌龟咬，建议近期都不外出为妙。准备考试的人梦到被乌龟咬，意味着你在文科上多用功，渴望榜上有名。创业的人梦到被乌龟咬，可能表示你要慎防身边的小人，开始的时候适合按部就班，不宜过大的变动。谈婚论嫁的人梦到被乌龟咬，可能说明只要双方互相尊重，有诚意，婚姻就可以成功。怀有身孕的人梦到被乌龟咬，可能预示若在夏天会生一个女宝宝，若在秋天会生一个男宝宝。